以我考虑了很久，所以我今天我要跟你讲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是我对你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，发现我已经喜欢上他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。 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今天是我开场呢？因为今天将是你们最期待最期待的一部影片。你们每次看林董弄我弄得很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今天我要反击弄回他。谁叫他要找我拍东西，又把相机留在我这边了，所以呢，这报应来了。趁他现在人在外面买东西，我要赶快跟你们说一下我的计划，就是等一下他一进来的时候，我突然就对他很冷漠，很冷漠，甚至是完全不理他的那一种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好像太普通了，所以我又再增加了多一个东西，就是我要告诉他，我开始喜欢同性了，我开始对女生有感觉，然后我会跟他 blah blah blah， 然后说一大堆，就跟他讲到很像要分手这样。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要把 cam 藏起来了，不要以为你会藏，我不会藏哦。扣，这样子他应该看不出了吧 ？OK， 等一下我就会躺在这边按电话，接下来就看这个计划他会有什么反应。现在我们就等他回来吧。Hello, my baby. 哎，干杯！哎 ，Hello, my baby. Hello. 看不懂，喜欢入神。看指甲，不要理我了啊！现在啊，是旁一秒啊。Hello. Yo. 不要理我哈，没小便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打，打排位，等一下先喽。等下我到空我来跟你讲。哎 ，hello， 做么？嗯 ？Hello，Hello， 那要求不应我。哎呀，做么你？咦，做么？都不要理我。咦，安妮、小杨、达林，哪里你做么？啊，我懂了。我没带你出去买东西，你不爽是不是？我没买东西给你吃，你不爽是不是？煮一面给你啊，干嘛煮一面？我就肚子饿。你买奶茶给你是不是？然后就不爽，啊？奶茶快点喝！做什么？不要理我，我老魏 ，Hello， 打王者。打王者来了不？打了啊！打完都没有理你哦。你到底做什么？我做什么就让你生气？啊？你别过来跟你讲，我一巴，你巴就死了。我看电话，看什么东西？我那边滑滑滑。来。哎呀！到底做什么？你到底做什么？你到底做什么？喂，嗯，做我今天也生气哦。哟，我有事要跟你讲。喂呀，终于讲话了啊！讲，我刚讲那么多，你有听到吗？喂，你不要听。我不要听 ，I don't want to hear。不要听就算。咦，做梦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
经理要不要听？来来，听了听了听了。哇，罗永元也生气哦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我可以讲话一整天，你不要理我嘞。讲啦，不要生气啦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。OK， 对，不要讲，等一下，对不起 ，I'm so sorry。Sorry， 对不起，我为我刚刚犯了什么错误，我不懂了，对不起。这么严肃嘞？认真听我讲。我现在不够认真，我现在满头问号嘞。我一进来跟你讲话，你不要理我。啊？我刚。OK， 我现在跟你讲。做梦。打王者打输啊？其实呢，这东西我是已经有发现几个礼拜了。哇。然后。你做什么东西让你发现几个礼拜？我不要插嘴，你听我讲话。这东西我在这几个礼拜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发现了，所以我考虑了很久，所以我今天我要跟你讲。做你的身体状况又不好啊，是吧？不是。没有，这是什么问题先？OK 啦，我就直接跟你讲啦。很严重的哈。对我来讲是不严重，可是。那不严重不就 OK 了咯？可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接下来要讲的事情是有关于到我们。要这样嘞，我在心跳很快嘞，要我走掉了，杨班。你有什么东西你不要玩嘞？其实最近我发现我开始对同性有好感，不是属于朋友的那种，而是我最近工作上遇到了一个女同事，我莫名的就会对她一些好感，就比如关心她，想要照顾她。正常啊，你要保护关心她，同事之间不是应该这样子吗？可是我对她的感觉没有这么简单啊。怎么回事？我发现我已经喜欢上她了。没有，你在。这是什么状况？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想讲哎。没有，周末你会突然不要这样，像我哎。现在对我来讲，你就是属于一个家人吧。对呀、啊，男朋友是家人啊。是已经没有当初的感觉了啊。Oh no！ 什么东西哟、哦？我买到东西回来你就变成……你发现几个礼拜了？多久了？大概接近一个月了。所以我对你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，也做不出。情侣之间会做的事情有吗？他跟我讲这个，我都……哦，现在我连你男朋友感觉都没有了。怎么突然就死呢？你做什么？就突然的感觉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。没有，你突然间跟我讲那东西，我真的三年的感情了哎。我们一起走过，哎呦。那我们就感情对你讲，什么都已经是一定都没有了。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女同事的照片，可是我电话没有电了哎，你可以去帮我打包位吗？你包位在哪里？桌子。东西，弄我弄多一点啦！你叫你再弄我，这有露出没？好啦好啦，这都是配好吗？整个心快掉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哟，刚刚他都哭了，眼睛红红。然后眼泪哦，就是在流哎 ，Oh my god！ 你看见我的心痛了，看你又来弄我嘛啊！你随随便便弄我，随随便便弄我。这个是你粉丝最想看到的一幕，我终于弄到他了。我奇怪，怎么回来？你昨天变到这样不对路啦！如果觉得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
按赞，还有分享。妈的，我的钱还是你的钱呢，现在。好，所以不以为再见啦，拜拜。